好，我们今天盖了一张创世巨作《超人炸弹厂》，嘿。然后这张是我们有好几个人一起盖的粪土，没有错，就是粪土。好，不管了，调个噩梦直接开始吧。然后在这边非常感谢，有感谢不知道几位，反正很多位，就是一起盖这张地图的玩家。然后在这边会有一个推力500的方块。对，一格一条而已，这个红色的地方，这边有一个圣盾天剑，不过它没盖好。总之就是先这样，然后要赶快过来，因为那边会有一些人变僵尸。哦，好大声哦，怎么那么大声？好了，没差。啊，可痛，都变僵尸了。你看，这就是炸弹厂啊！我跟你讲，牛逼。炸爽爽，炸爽爽，有没有这个炸弹厂？还当然还不止，可以给你炸，你还可以下来，这样打他，没事的，好不好？这里有推力方块，500的推力方块，可以。那后面也有一个出口可以出去，就是需要一点脑袋的人才会懂。OK， 好，反正这里介绍完了。对，主要哎呦，哦，这是可可豆，他刚从后面上来，那有梯子，这边可以滑坡，很走开朗。哎，我如果从这里把你打出，我上面没有关呢，我可以把你打飞出去。来来来，把你打飞出去，我上面没关。我上面，哎，你怎么？对，我只围到那里而已。这算是一个小小的你还要做箭头，然后这边可以拿那个戒指，一起得烤，然后这边可以拿这个钥匙。总之呢，就是要你拿很多很多东西，然后来解一些奇奇怪怪的。哪里？对，我刚拿了一个钱袋。好了，我先触发这个15000。啊，下面那些香草草，你这个穷逼。好，这就是一个对话，非常非常的棒。你要介绍我们盖的东西啊？哦，对啊，你看这个是圣盾天剑啊，这是我刚刚说啦，这个还没盖好。然后那边是一根屌，上面有写我是龟头，可是这太远了，看不太到。对，我选一把武器放大看。啊，你写的敢哦，我就是要选这个狙击枪，不然怎么看？我是龟头，好不好？下面是蛋蛋。好不好？可以吧，可以吧。干，卡在车子上了，哇塞！反正下面就是给你刷肉的啦，然后你可以射一些枪啊什么的，反正就是舒压场所。那以后会不会再改呢？不知道，因为这只是一时兴起，然后改的。这边还有种草，捡东西，捡东西啊！对吼，可是我刚刚有捡那个戒指跟华丽钥匙。哦，还有这边，还有这边，我一时忘记了。不要把它狙进来，你在冲他小。哦，他把他打进来了啦，打回去，打回去。我这也没有设定好啊，所以说从那边也是有人可以把他卖进来。总之，这些东西之后都会改进，好不好？这些东西之后都会改进。好了，好，那我们东西拿完之后来这里，会有，对，一扇门打开，会看到一个巫婆，太恐怖了！前往拯救安娜，这个娜还打错，没有关系。然后给他玫瑰花，没有安娜可以救哇！然后走进来会有一个纸条，僵尸一定会清光，但是需要非常大的毅力。为了安娜，请加油。这三小，下面什么？僵尸不见了。僵尸们最喜欢婊子了，哈哈，或许也喜欢你，欢迎和他们游玩。那我们知道这什么东西？干，这不是鸡鸡吗？OK， 非常 OK。喜憨和张雨晨，非常 OK， 好不好？所以说，他们把僵尸放在哪里？这里吗？这里可以也走过来了。哦，这里走过来。哦，因为我这里是你们盖的，我不知道。
然后走过来这边会有一个不要这边给我介绍俊豪，这边是于俊豪，你有没有看到那只那只是他生前最喜欢吃的东西，这是生前最喜欢吃的东西，还有陈皮美，跟他小时候长一样的。哦，这只猫就是皮美，对，上面那个是他喜欢吃的东西。好啊，这是谁？这应该不是俊豪吧？好啊，这边介绍完了，所以哪里有僵尸可以打？没有吧？他这个模式好像僵尸会清掉。哦，好吧，那所以之后会再改进的，好不好？之后再改。总之，敬请期待，对，敬请期待。这边是要用猎魂跳上去的地方，就是这样炸一下，然后上去。然后进去下去，没错，不用担心，这里是出不去其他地方的，对，也不用担心这里会掉下去，因为对，就是做爽的。那下来这里可以干嘛呢？就是等着自杀吧，不然你要怎么上去？你也上不去啊。对，你就等着自杀吧。哎，我的 IP 结束了，时间到。好，那所以大概介绍就差不多是这样，就整体。好啦好啦，整体来说大概是这样。你可以跳那个啊，我从后面走给他们看。哪里？走这边有个龙猫巴士。等一下，哪里有龙猫巴士？你过来看。哪里？这里，你后面。哦，哦，这是龙猫巴士哦。就靠北，这不就普通的，这上面一只龙这样。龙猫巴士，你不会觉得太牵强吗？不会，也很好看。而且，那个安娜那边可以跳进去。安娜这边可以跳进去，哪边？就是底下那个安娜那边。底下。怎样？这每一回合都要再开一次，有点麻烦就是了。进来。哎，我开，我开了。对。哦，可以进去，还有这里哦。好，进去之后嘞，对话。哦，可以对话，谢谢你真的来救我了，我住在你心里吧。好，就这样，然后换这只女巫。哎呀，居然没骗到，领奖励吧？领什么奖励？哪里？奖励在哪里？知道。安娜这个婊子，你也是。好，没了，就这样，非常非常啊靠腰，我要怎么出去？好，跳到他们头上，可以。跳出来。好，那这边是有一个传送门，传送到上面，传送到上面，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棒的景象啊，什么什么东西的？你去开那个，你去拉那个拉杆，拉，按。哦，非常的棒哦，非常的棒，这个东西做的非常好。喜憨的张雨晨，还有我是龟头。OK， 好，我们继续回去我们的舒压虐僵尸区。对，好，已经全部介绍完了。对，这张地图差不多就是这样。之后会再新增。如果说有人支持这张地图的话，喜欢这张地图的话，那就会再陆陆续续做出一些其他的更动。反正也是随便盖的，所以说有没有人支持，其实对没什么差。还有这里耶？哪边？还有吗？还没了吧？哦，这个不重要啦。海超人是帅哥，其他人都不是。是啊，少年欸，你看这边还可以用这个，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个僵尸区做的非常的好欸。其实你做他妈他们急的还可以出来，你知道吗？不会的，我刚快要蹦出来，所以我把他杀掉。嘿，又把他打出去。嘿，又把他打过去。好啊，反正就是这样。那现在继续我们的舒压小教室。啊，后面那个直接讲说那个是六九洞就好了。六九洞，对，那是六九洞。对，六九洞。洞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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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可以选择从这里丢，也可以选择从上面丢。从上面丢会比较，就是说可以命中中间一点，看你。
毕竟这张地图本来就是为了手雷，手雷做出来的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僵尸没有被抓，没有抓完。会啦，慢一点，慢一点而已，因为我们在打。哎哎哎，有喂有，你要后退一点，因为我射的，我射的两大格都在后面。他们会冲很快的原因是，就是因为那个推力太快。哇，这样都不死。那有四格，基本上很难过来啊。只是从上面跳的话，还是可以过来，所以你要小心一点。好好玩哦，这个，这丢白虎超赞嘞，我觉得非常的棒。啊，总之就是粪土啦，希望大家不要太那个，用什么严格的眼光去看待它，因为它真的就是张粪土，好不好？说苏压土啦。好啦，苏压土啊，可是我们就是真的随便盖。啊，严苏压。那耗的时间就是非常。很也是蛮久的啦，大概是三小时嘛，是吗？大概吧，4小时哦、喔。反正就是很多人一起盖的，然后是非常有创意的一张地图，然后相信那些那个我们的雨辰跟俊豪看到会非常非常的感动，然后他们会爆气，真的。啊，感动我，救命！请去怪可可豆，不要怪我，拜托。这个，哈哈，你走。怪我咯，我怎么出不去啊？好爽哦！你要从后面那个六九洞哦？哪里啊？六九洞啊！你是不要看点？你知道你们那个六九洞没有补起来吗？我知道，没差。你要出去就出去，出去也不能干嘛。是啊。好啦，对，差不多就是这样，非常非常的简单，非常非常的 easy。这些僵尸怎么杀不完？怎么杀不完了、啊？这些僵尸太精准啊！那如果问为什么盖这张地图呢？哎、欸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就是爽，就是给那种大范围的武器可以拿来测试，像是狗神有没有？就可以在这里轰。非常非常的棒，对不对？大范围的武器，非常适合在这里用。你看那个人拿着螺旋牙钻的多爽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欸、你按 G， 你按一下 G。恐惊咩哦，我跟你讲。哇，这给我其他枪呢，其他枪呢。然后当然呢，这里有非常多的东西可以，不是非常多啊，就是你自己也要这些枪，反正就是非常多的购买区可以给你任意购买，无限购买，哦，非常的优质。那如果任何建议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东西，都欢迎在下方跟我说。对，虽然说应该不会有人看到这边啊。屌喷X12。哇，我的X12有点烂掉了，菜鸡。没枪，后面买啊，白痴，后面有购买区，忘记了。哦。感觉很还蛮爽的，我觉得，真的还蛮爽的。不会说它真的很无聊啦。可是怎么僵尸那么少只啊？是不是都被我爆头？我刚爆了蛮多只。哇，好吧，看来真的是爆头。是不是你丢的啊？我丢的。这个雷比亚。那雷比亚是可可豆啦。对啊，是他把我的武器都拿走了。回去呀，干。哈哈。哎，欺负我。哎呦，哎呦。套不到头。哎呦，哎呦，很嚣张。哎呦，哎呦，很嚣张。哎呦。哎呦，很嚣张！哎呦，
哎呦，台中金城武哎，哎呦，哦六九洞，哎，怎么救不死？我操妈！你们这里有哪一个叫做六九？不知道，不要问我。角度。这是你的正常发挥。让我丢一个头好不好？老棒棒，老棒棒，好不好？靠腰。一起北清，好啦，结束结束。对，然后对，也是非常感谢大家有看到这里的各位观众，你们花了16分钟看了一部粉片，对，那就是这样。如果想要玩的，可以直接去搜寻这个超人炸弹场，名字都不会变，除非他有改，不然他名字就是不会变。